克斯切到禁区，林子伟假动作再多做一个就可度，也是造成他们输球非常大的原因。哇，多了一个假动作之后就被误，就是如果好好的盯死阿吉，这个传球大兵接到，不，麦卡洛再转移，阿良这边四十五度角是一个海洋大的 wide open， 剩下六秒钟，麦卡洛点球，好，卢俊祥，哎呀，一起身就被扒掉。这几场比赛，由于阿吉打的时间会比较长啊，麦卡洛得分，对，所以在阵容上可以做一个最好的调和。好，陈玉瑞这个传球又被截掉。哦，小白差点扮演刺客。我老吴这边就是一个空门的机会了，又是一个 easy basket。对，老吴也找到了篮下的麦卡洛哦，他直接掉给麦卡洛。大B重新回到球场上，六秒，五秒多，阿吉小球给德威尔放枪了。但是没有关系啊，麦卡洛再拿回来。哇，可惜了，阿奇本来这个球有点麦卡洛犹豫了，就是故意的，一定会更积极的往上做进攻。对，这边麦卡洛要来打周一翔，麦卡洛切入要到哨音。对，其实宜翔这个球已经跟得很好了哈，可能在最后上篮的情况下有回来球场，我想这个时间是一个以阿吉外线没有，在抓进攻篮板之后交给麦卡洛左手放进，又是与 Washburn， 麦卡洛在守他 ，Washburn 起了没犯规，失误，对，想太多了，其实俊祥这球应该要自己处理掉了。哦，又此外他们其实真的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去阻止他们的进攻啊，别无选择了，对，目前。梦想家又要回了领先，而在八连胜期间，其实平均可以攻下将近98分啊，可是他今天只有75分的进账。